头，我们巧遇了淡出演艺圈改当服饰店老板娘的李前佑。他这天出门搭上一台豪华商务车，开始一天的行程。根据本刊调查，这台车是在之前被媒体拍过的粗壮赖姓男子名下。果然不愧是服饰店老板娘，出去跟朋友喝咖啡也要准备一堆衣服，上楼前还是长裙，下楼后变黑长裤。难道林千佑真实的身份是？抱歉啊，是我误会了，毕竟28岁了，应该过了少女的年纪啦。只看到林千佑换上长裤，披起黑斗篷，在骑楼下走秀，真的是只要你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呐。网美之路真的不简单，整个下午的行程就是不断的换装拍照，换装拍照，直到熟悉的人影又出现了。赖姓男子在傍晚加入了林千佑的行程，历经舒压、吃饭、唱歌，真的是行程满满。这位赖姓男子被林千佑称为是重要的好顾客，但真的不知道是哪一种顾客，过马路要牵手，去超商要勾手，晚上还要一起过夜，这关系真的是很神秘啦。而根据本刊接获的爆料，这名壮硕的赖姓男子是已婚人父，还是金河科技董事，事业有成，财力雄厚。虽然从未在林千佑的 IG 上露过脸，但他的迈拉伦跑车倒是曾经出现过，女生还在照片上写下 I am love。 从现在本刊捕捉到的画面上来看，爱的应该不只是跑车。